来玩这款游戏《三国小主公》，开了第几服啊？最新的是到第二服啊。好了，进来了。我看到了很多的礼包码哦，那我就把它放在标题那边吧。踏平南土，以效国。欢迎平上阵。那这个游戏，如果你发现它曾经有推出过叫什么名字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分享出来啊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好像去年有玩到两款类似的，有一款是蜀汉小军师啊，但是那一款跟这一款是不一样类型的，另外一款叫什么名字我忘了，好像就是那一款吧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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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什么打击感嘞。这没什么打击感，会让我想睡觉啊！噔噔噔噔的福利兑换，我们来试一下吧。主攻666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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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什么？主攻好像都可以用啊、哦，第二组也可以用，主攻888，还有哎，噔噔噔噔噔噔。噔噔噔 ，SG 666，哦，都可以用哎，三组可以了啊、哦。再来，三国666也是可以。好，四组都能用了。最后就是 SG 888。这个也是可以用，但是他说是每周六开启，开启领取的这个 SG888。那还有一个礼包码，你要到 Facebook， 来私信小编去取得的。然后礼包码算是挺多的啦，我都拿到手了。来看一下武将，妹子强化，强化到满吧，啊，招募。可以抽吗？高级招募嘞！我会怕你吗？没被你们。关羽在此，哎，尔等受死！哎，我抽到关羽耶！中到两张哎！我运气好像也不错啊、哦。关羽在，哇！早知道都强化给关羽就好啦。魏延，一箭上阵啦！哎，关羽好像很不错哎，抽得到关羽哎，所以如果你要手抽的话，刷手抽的话，刷个关羽出来吧。现在三国游戏啊，已经逐一改变了，手抽要抽谁啊？有关羽就先拿关羽吧，是不是？现在三国代表就是关羽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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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拿到了关羽。当你拿到了以后，这游戏就能毕业了啊！你要解除安装都无所谓，就像我这样子啊，我已经有玩过了啊、哦。因为拿到关羽，证明我已经玩过这一款游戏了。噔噔噔噔噔噔，这什么？激活 VIP 吗？这游戏肯定有推出过了，所以福利才会那么好，是不是？肯定有推出过的嘛。哦，哇，哦，噔噔噔噔噔噔。我拿到一把武器了哦，武器可以强化吗？不行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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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都不要了，都不要你们了啦，要你们干嘛？哎，知道我关羽的厉害啊！你看，喂，一只关羽，究竟可以推几关啊？哎，我看到可以跳过战斗，哎，几秒啊？哎，跳过战斗又不见了。啊，现在又可以跳了，靠北15等以上，所以它也是一样哦，就是特定的关卡是无法跳过。这里有什么？疯狂试炼抽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大平南土，胜败之际在此。抚慰军，心伤，我要你三。有没有貂蝉呢？好了，你手抽没有抽到关羽，在这里，如果你有看到关羽，那也可以啦，是不是？啊，如果都没有的话，就重玩吧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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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他是可以打整排的。好，福利，厨子。除此，我们略过，看一下他有什么礼包，特权，成长礼包，超值手厨送谁？白送100抽，欸，他真的送很多勒，我靠，好啦，作为曾经有退出过的游戏来讲啊，他给的还算是不差的，噔噔噔噔噔噔，魔女布。刚刚手镯看到魔女布，可惜不用啦。我的计划就是，我玩关羽玩一玩，然后解除安装了以后，就算我有玩过这一款游戏喽。噔噔噔噔噔噔，还可以跳过战斗而已，不用跳了。你看，他一马当先呢。战斗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把它切出来。没办法进阶，好，可以了。这输出太强了吧？好了，如果假日没事的话，不然过年没事的话，玩玩看这一款吧，这比现在目前推出的游戏有良心多了。福利也好啊，然后不管它是不是旧游戏啊，你没玩过它就是新游戏，很简单的一个道理。OK， 好吧，本次影片我看就玩到这里吧，大致上应该都看过了吧。噔噔噔，领取 VIP， 我现在是 VIP 死啊，哼，VIP 死哎、欸，哦，你看一键领取，哦。奖励给的不错，高级招募。匹夫之勇，茶烧卖手。茶烧包好吃。官品。噔噔噔噔噔噔。现在就让你们见证一下关羽的奇迹。好了。那整个影片都在讲关羽，也差不多结束了。本次影片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